你是勇敢爱。哦，那在这张专辑，你最有感觉的是哪首歌曲呢？最有感觉吗？其实《月光》跟《缺席》的感觉。为什么？《月光》是因为录了最久的一首歌，录了最久。 5天，5天是一个经历了两岸三地的一首歌，因为我那时录音有在新加坡、台北跟北京录音，所以这首歌因为是主打歌，所以一定要要求的要尽善尽美，要完美无缺，所以唱的时候有时候那种感觉我还没有带到，所以不是每天的状况都一样，所以就分成了5天，在不同的地方，我的那个。 生理的状况不太一样，很奇怪，辛苦。对，在新加坡我会鼻子比较容易过敏，因为潮湿，那音也会掉，降了那个一半是这样子。那好奇怪，那到台北比较冷还好，声音比较高。到北京不得了，因为我比较我鼻子的敏感呢，在那边很冷对吗？在那边竟然不见了，鼻子找回来了。 就打通了那任督二脉，这样唱起来那个高音是没有问题。对，就很奇怪，于是《月光》这首歌就诞生了。那说到缺席呢？缺席为什么？这首歌其实我是说，我觉得现在现场会比录的时候还好一些，因为发生了某些事情，比如说我的有一个星光的一个战友，对对，已经现在变成了一个天使了。 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刚好就跟那个缺席的故事，还有那个歌名啊，还蛮接近，不是接近，根本就是这样子。OK， 对对，因为他曾经答应过我要来我的前唱会，结果没来，真的就再没有来了。所以这首歌我算是为他而唱的一首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，也是很奇怪，变成一首为他而唱的一首歌曲这样子。嗯。 那么，刚才你谈到高音哦，我也记得我读过你一篇报道，你说，唱这首《对的人》呢，《对的人》的时候，戴爱玲那首歌，你唱高音的部分有问题，唱高音的部分有问题，对，你有说过，唱高音的部分都是多数用在鼻腔，鼻腔共鸣，对我有去跟老师讨教一下，因为我的高音虽然是跟一般男生不一样，可以。 可以达到这么高的音，不过同样的它是优点也是缺点，是一把双面刃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我高音到一个某种程度，某个 key 在上的时候，它就开始变薄，开始变尖，所以那些有些人听了会觉得有压迫感。 会尖锐，会不好听这样子，我就有时候会了解，这我没有办法，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做到，去把那个高音弄得圆一点，比较有磁性，比较有 bass 一点，所以现在我都在以像胸腔低音开发这样子。那如果我们要你现在再唱几句对的人？ 对的人，对这首歌能不能啊？可以啊，不过可能效果跟那时应该会进步一点点。OK。 对的人，你等我一下。<笑>对的人的那个副歌。<笑>对。哦，好，来。还要耐心等待，仔细寻找，感觉很重要。宁可空白了手，等候一次真心的拥抱。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会遇到对的人出现在眼角。哦，黄靖伦很棒哎！我这样临时考你，你可以临时唱出这样好的。 没有，还好我对自己的要求蛮苛，可是刚才那一段有一点点，瑕疵丰富，我觉得很好，我相信这里在场人都会这样觉得，而且你刚才刚刚做了一个like campus concert， 对对对，所以有一点点的。
而且我唱高音要站起来比较好。OK 呀、yeah, ，可是你坐下来还是唱得很好、嗯。那么我知道很多人也很喜欢拿你跟张信哲比较。对 对, 对，嗯，就刚刚我听你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有一种隐约的张信哲的感觉。你对于这样子比较有什么感受吗？比较吗？其实，在以前的时候，我是张信哲是我的偶像。哎、嗯，那以前我就是以模仿他而得到自己的满足感，那、嗯、去 KTV 啦、哎，都是从以前唱房间。朋友哇好厉害，像张信哲到唱大厅，就是外面经过人都听到，会故意点张信哲的歌来唱，然后每个人听到都哇好像好厉害。不过后来去到了音乐学校，去那个vocal lesson 的时候，老师那个指导员就跟我说哎，你不能再追随，不能再做张信哲的影子，不能做第二个张信哲，否则除非你不想当歌手。那时候我才意识到，其实太像竟然不是一件好事，我就开始一直想拉掉他的影子，有成功哦，就去模仿了林志炫，结果走火入魔，林志炫太像了，后来再改去曹格就没有很像了，如今我就把林志炫跟张信哲混在一起，然后再加自己的东西进去，就变成我自己比较独特的一个唱腔。不过说到哪里比较，这是无法避免的，因为音质上都有些些的相似，而且如果你哪一个歌手的话，你一定会一个新的歌手一定会被人家做比较，而被做比较的话，一定是拿一个跟声音最接近的那个人来做比较，要不然的话，例如说朋友 A 跟朋友 B 要介绍我的声音，诶，黄俊仁声音很像很像，不可能讲不出来，他一定要讲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歌手的名字出来，他的声音很像张信哲或者熊天平之类的。对对，所以我把这个当着也是算是一种抬举、赞美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因为以前郑中基也是被评为太像张学友，哎，结果后来呢，还不是自己闯出一片天？对，而且可能还比他更好。对，没有，大家都好厉害。OK， 我最后想问你的就是，你对于台湾媒体的感受如何？台湾媒体会不会很为难在那里打歌这些？台湾媒体其实我觉得诚实应对的话是最好，是不二法门的，是最好。不过如果有东西要隐瞒的话，最好回家做一些功课，想一想怎么应付。因为台湾媒体都因为媒体很多，竞争很激烈，很激烈。然后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些新闻，对吗？如果没有话题性的话，如果不刺激的话，你的访问，我看如果他访问你，结果没有上报纸的话，我觉得是徒劳无功的，没用，你做的是一个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所以他们都会拿一些比较有刺激的，有吸引人注意的一些 sensational 的东西，对，一些比较 sensitive 的 topic 出来讲。才会吸取那边人的注意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往往一定会问到一些比较尴尬的问题。所以你是以诚相对啦？对对，以诚相对。真好，谢谢黄俊仁今天接受 RazorTV 的访问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不开心就抱紧你，别有话说，我就安静，为你盖好了个心。磨平平静，才晓得默契会浪你。你的爱情在酒里变成另一个距离，我还在这里冰冷面具给你。你下下雪的表情是回过晚的冬季，我把心化成花彩，却看见漆黑的梦境。我再一次掌声，谢谢我们的黄俊仁实习会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It's Razor Bob 啦。